无住分别。啊，无住分别就是不二，就是大乘经上常讲的如。啊，如这个意思。法界离体，不二平等，故也如。遍法界虚空界，一个离。离体就是法性，就是自性。啊，诸法皆如，故曰如如。啊，诸法是讲一切现象，一切现象不离自体，自体是如啊，那现象，现象也能不如呢？它不如，它怎么能现象啊？啊，所以诸法皆如。觉悟的人晓得啊，什么是自性？一切法无一不是自性，所以叫如如啊。大乘一章曰：彼此皆如，此是自己。除自己之外都叫彼，遍法界虚空界，上面从诸佛如来，下面到阿鼻地狱，跟我一体，一个自性的啊，所以说介入。啊，相如其性，性如其相。果然，对于这桩事情，这是经上常常用的，用精跟精气来做比喻，把黄金比喻作自信。黄金所做的这个器皿，比喻作法相。啊，黄金是体，做出器皿是相，全是以黄金做的，做手镯，做项链，啊，做一切装饰品。我们参观过，啊，是在我在台湾看到。听说现在他在杭州啊，工厂搬到杭州去了。他做首饰啊，假首饰，镀金的。我感觉的比真的首饰还好看，价钱很便宜，丢掉不会心痛，所以他的销售量非常可观。啊，我说人人都喜欢，丢掉不痛心。啊，很便宜。啊，真金镀金，这镀金。啊，他的展览室我去参观，大概有将近20000种不同花样的，他摆出来就琳琅满目。啊，那一天陪我去的有10几个人，我们走到的展览室，我告诉大家，你们大家看看，这经上讲的，一金做器，器器皆金，那你不就看到了吗？啊，黄金在哪里？随便拎一个都是黄金。有个体验，你所看到的这一20000种不同的花样东西。一个字就包括了黄金，啊，全是黄金，
把黄金代表自信，把这些器皿带做法相，法相跟法性是一不是二啊。啊，法性如，法相也如，诸法皆如啊，这叫如如啊。啊，这个境界摆在你面前的时候，给你说，你就很容易懂，很容易体会。啊，念明心见性，性在哪里？性相就是性，相是性变的嘛。啊，性是相之体，相是体之相啊，它是一不是二啊。啊，相如果要灭掉了，那性不就是灭掉了？所以相不能灭，相可以改变，它不会灭的。啊，譬如这个黄金造成的佛像，哦，你一看到你会礼拜它，啊，你会对它顶礼三拜，会很恭敬它。啊，那如果把这个佛像重新把它铸成一个小猫小狗，你看到很可爱，那其实呢，那是佛像变的。哎，想变什么就变什么，同一个法性，性没有变，相在变化了，相是随着人的念头在变化。啊，所以法相跟法性是一不是二。啊，大乘一章上讲的这个话好，彼此皆如，故曰如如啊。如非虚妄，故佛经中也名真如。那真如在哪里？自性是真如，法相呢？法相是真如，因为法相的体就是自性。啊，明心见性，他就是见到这个事实真相。啊，我们今天学的经教也懂得了，有没有见性？好像是见性，实际呢？实际没有。为什么没有呢？你没放下，你放下就真见性，没放下，你听说是这样的，不是自己境界。如果你听到这个地方马上就放下，那恭喜你，你真的发身菩萨了，你超越十法界了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所以佛法智难行矣，啊，行是修行，修正错误的行为在一念之间，那我们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就错误了。你能把这个放下的时候，你就成佛了。地位最低的也是华严经原教初住菩萨，啊，超越十法界了，啊，地位高的可以直接证得妙觉果位。啊，我们今天听说为什么放不下？张家大师讲，你没听懂，所以你放不下。如果要听懂了，你放下之快，任何人都没办法拦住你。你直接成佛去了，啊，真搞清楚，真搞明白了，啊，肯定是这个做法。阿弥陀佛，阿弥。
阿弥陀